好请迄个上林啊，武吉老庙天明，咱啊要伫金庙济公活佛来加持。啊，各位咱武吉分院天为圣人宫啊，板桥道场、台南道场以及咱屏东道场众道亲以及咱啊这龙凤路哈。今天是我们新历六月二十礼拜日啊，以我们黑人上人来交代每一个拜六礼拜的这个八点至九点啊，我们来直播共修。因为这段期间都有这个瘟疫来影响到我们这个蓬莱仙岛啊，所以我们政府规定这个道场这段期间都禁止营业啊，也禁止在这个啊，运作啊，所以在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，咱就来用直播的方式，和咱这的道亲在家若有闲的人，会当加减来听课共修。那么这个瘟疫这段时间，甲看起来慢慢有一个下降，但愿上天慈悲，会当让这波瘟疫看会当安尼愈来愈平静啊。啊，这几天看起来是慢慢有一个平静，但愿会当真正会当平静来。嘛，希望咱圣人宫这样的道亲，哦，虽然这个瘟疫看起来道道咧较平静，不过大家嘛是会当搁较小心的吼，哦。出外种种方面，尽量群聚方面嘛要注意，哦，嘛要照政府的规定，尽量要配合无好。哦，虽然即阵啊看起疫情有较稳定，但是也尽量也不要放松，不要放松哈。哦政府若叫咱讲，啥物还阁袂使做，咱就尽量爱配合吼，唔通看到讲啊，即阵较平稳，啊，咱就心情就放松，啊，搞不好这样子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吼。但愿咱老母娘慈悲啦，看即届即个疫情会当会平安过哦。因为咱国为是老母娘有咧开一张文，有咧讲即个啊，咱蓬莱仙岛这场瘟疫有可能。有一个药方会来出来吼，啊，即摆看起来，咱的国产的药方嘛，敢若慢慢啊有消息。啊，最近一寡啊进口的这个疫苗嘛，有一步一步伫咧入来，吼，伊去今仔日又搁有入来一个真大的数量。即个某人预测有一点啊啊吻合，吼，啊，某人讲五十天后、六十天后，经过这个疫情慢慢就有一个转变，诶，啊，即摆。咱五月二十开的门，今仔嘛才五月六月二十，都还未三十天嘞吼。都这个疫情都看起来慢慢有在下降。相信啊，第六十天就是这个七月二十的时阵啊，伊即马感情这个疫情慢慢有在下降，甚至于这个疫苗呢慢慢出来的时阵，有可能对咱某娘讲啊，六十天后，有可能咱这蓬莱仙岛的人民慢慢就会当个。恢复一点啊，较正常的生活。至于会当安怎的时阵，可能要让政府来公布了哈。这是咱针对某娘一张文，诶，这个启示的时阵，因为最近事甲观察起来，咱五月二十迄张文看起来有真济符合的所在，所以伫遮正过来定，甲咱遮道亲提醒一下。这段日子大家一定要较小心嘞哈，大家要较小心嘞。所以嘛，希望大家平安。大家这段期间会当平平安安来度过这个灾劫，哦，啊，日后咱若有恢复正常的时阵，咱这样来好好啊来办道修道，甚至在咱的职场上嘛，会当来好好啊做，哦，啊，安尼今日甲各位讲到这，因为咱因为迄张文看起来有一点啊显示，所以事先直接个提起，哈。那么，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课是咱啊，瑶池元庙主音的这首文哈。这首文，伊的开头是一指点开玄灵窍，明师圣元度现身，心存圣佛莲花行，心存魔行下阴城，万法归一正无生。一气化生上礼堂，求得名师找根源，人缘归根任无缘。召唤灵主伴莲华，三花献道度灵归。
应召灵主归元界，圣人道命开天智，白羊开泰三机密，三座对岸人间班，心灵奉旨开道行，圣贤之道效法生，菩提正果用心行，圣人三宝用心持，度化九贤尽超生，龙华金榜留名在，各有一书各有灵，天命归宗各有行，圣人灵主五经由，仁德平衡共修班，同心同德行天道，龙华圣会任你行。其实这首诗是咱要伫金庙啊，这个讲的诗文。伊开端来伫咧讲啊，即个即句诗句前四段应该是一个解说吼。伊、讲一指现，一指点开玄灵窍，明书圣愿度现生，心存圣佛莲花行，心存魔行下业下这个音声。这是讲咱修道人。尤其是咱这种有灵脉灵山的这修行者，咱要特别注意。咱圣严宗虽然是一个有在做自性灵修的道场，但是咱有一个三宝在做依据，所以咱才会讲一指点开玄灵窍。咱的第一步就是求明师点开咱的玄关灵窍，让咱的自性复活，会当来自性灵修，这是一个开端。我们的灵性活过程，我们可以成得后修，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我们六万一年来的这个业识，暗感觉我们的灵魂都黑暗去了。如果要靠自己修，修到可以来明心见性，其实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度在。释迦牟尼说，无法众生一一人修行，无一个人有法度成就道法。这已经释迦牟尼有预告说，末法众生如果若是要靠自己打禅静坐，坐到明心见性有困难，所以无众生必须以弥勒净土，因为弥勒净土伊的宏图大愿，就是希望众生会当得三宝，得到弥勒所净土的这个啊妙法门。那么弥勒净土的妙法门，就是会当使众生成得后修。那如何使众生成得？上天有降天命伫咧。上天选的人才称为明师圣人，他身上为众生来开出这个灵关窍，让我们的自性显露出来自修。但是灵修自性灵修也好，有一点我们要真小心的所在，因为灵修自性灵修有很多是关系到我们的这个观念，来影响到我们自性灵修进步和退步的一个关卡。所以说心存幸福良化行，心存魔行下阴声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自性灵修者，如果你的心若是有慈悲心善念，那么你才有成就佛果，向这个良化幸福的路径。如果你的心若是心存邪知邪见邪念，还是行这个诸恶，那么安尼，你这个灵性就算乎你会当得明师给你开灵窍，你这个灵性同款会对着阴声，无法度解脱。所以心存性幸福莲花行，心存魔行下阴声，就是讲自性灵修者要注意一点，在自性灵修这个过程当中，咱的观念、咱的意念。真重要，所以咱的观念、意念、知见啊，唔对。在这个自性灵修的过程当中，真容易出差错，嘛真容易对落。所以有真侪灵修者，各位你甲注意看，真侪行灵山道场的灵修者，通常若无伫咧做这个法义教育的这个道场的灵修者，事过去嘛是啊，见到真侪这种道亲。所以跟他们观察起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这个未神通的过程当中，
把这个敌军政法拢甲伊抛开去。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根本无安住这政治政见的这个真理内底伫咧修持，拢是一直拢是惊对神通迷去，完全入这个神通迷伫咧修持。入神通迷过程当中，有真济道亲也是修行者，因的修行观念都是正道、嫉妒、贪嗔痴，甚至有的灵修者，书顶回来捌讲过，爱拜的人灵来就会开拜，爱啉的人灵来就爱啉烧酒，脾气若无好来，灵来就会甲人啊底下吵吵闹闹，习气无好，这拢是甲咱的观念有关系。通常灵修者称为这叫做四旬作用、色行作用。色行作用伫咧自性灵修者真容易发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观念、意念、知见啊，唔对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自性自然会跟着你的意识伫咧行，跟随你的观念伫咧行。因为你的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会扭着你这上深的意识，累到这个分别心、甲执着心去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就产生叫做色行作用、四旬作用。那么这个四旬作用看起来如神通，又不是神通。但是你要讲伊唔是神通咧，又阁好亲像是。但是你要讲伊神通咧，但是伊阁是下低下见。啊，这拢是个人的低见的问题。所以咱是一个灵媒，这个修行道场，咱这点都要非常的注意。非常的注意。后来这句话讲，万法归于静无生，一气化生上理定。咱一个修行者，万法归于，就是讲爱收回咱这个清净心，咱这念心爱回归本来这个清净的心，就是叫做本来面目佛性。咱若发到讲修安尼往这个方向去行，安尼要安那行，就是咱这念心要不断的。向这个善念去，最后会当安住的无增无着，甚至会当放下一切善恶皆不留心的这个修行方式，不执着的善，不执着的恶，这就是叫做万法归于静无生。真济人会执着讲啊，我善事做足济啊，我嘛伫遮道场，遮我伫道场，我伫遮做足济。其实这种嘛是一种执着。来道场做偌济，这拢唔免去家分别出来，因为所作所为，咱拢是无念伫咧做，这才有真功德。如果你每一个行为拢是伫咧计较，讲我做偌济，你做偌济，其实师父伫遮甲各位讲，今仔你伫遐做搁较济，如果你有这念心，你所做十分得无一分。但如果你若用无念的心来做，无论咱今仔做偌济，甚至身躯边有人咧甲伊赞叹讲啊，某某师姐师兄啊，道场你是你做认真做，真甲伊赞叹，咱嘛袂因为安尼，咱就产生了欢喜，也是讲啊，这个攀缘的心出来，咱拢爱真有礼貌、客气的去甲讲，无这是咱应该做的利益。咱这念心，咱若法度安住到安尼的时阵，咱这个心才是叫做清净。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是在计较说我们做多少，还是你做多少，计较这个人都没做，都我们在做，那么这里这粒心其实就是有分别执着计较，那么这个心就没法度证到无生法忍，没法度成就道法。万法归于静无生，无生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叫做常寂静心的意思，叫做无生。无生就是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，不起善恶念，叫做无生。无生念、无生恶念、无生善念，叫做无生。简单讲的是佛释迦牟尼讲不生不灭的意思。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的善恶该不住于心，善恶该不生嘛不灭。咱的自性本有，咱的自性本有，不留恶不留善。咱的自性中不未去甲讲这是善事，我特别甲留来。啊，这个无好个，佮排斥掉。哦，咱的心伫善恶内底，拢全不留意这个自性内底，这就是静无性。
如果咱若有法度甲这念心安住甲这个境界，伊讲一气化生上立定，安尼咱就有法度三花自定，一气化生，咱就法度证这个无生法忍上无极立天。简单讲，就是讲咱有法度入这个莲华盛会，这是靠自证入莲华盛会。真济人求道嘛，法度带业往生入莲华盛会。所以佛法的众生求三宝有一个好处，咱只要是卖过烦恼业，咱会当带正业往生，这就是带旧业往生龙华会，这是一个事实哦。这个释迦牟尼讲讲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可以带旧业往生，这是同款的道理，同款的道理。但是前提是不再造后因，就是讲咱求道了的时阵，咱就袂使阁做恶业。阁袂使做恶业，真济人讲啊，师，咱若非圣人，咱哪有可能讲一时间拢完全袂去犯错？咱卖去做恶业，就是讲唔通去做十恶。哦，在人为小小小错误拢难免，但是要懂得忏悔。所以修行人就是不断的忏悔反省。所以咱伫咧修禅中有一句话讲：打坐不忘常思己过，就是咧提醒咱众生。咱可能在无意中会去犯着小错，还是小恶。咱不断爱去检讨，还是反省。只要你有这念检讨跟反省的心，那么你这念心就慢慢会把你错误的行为一直一直减少去，最后会当完全得到这个清净。所以求明师来点开这个宏观灵窍。和你心得后修，虽然你已经得到明师点玄窍得到，但是后修这个动作嘛真重要。如果后修这个动作你若无做出来，就算和你得到，你犹原无法度上这个莲华盛会，嘛无法度得无生法忍。因为你真济人拢认为讲我求道就是已经得到啊，我唔免阁做啥，我已经有法度去莲华会，也是都法度上天庭。其实不管任何宗教，像一贯道咧叫恁求道，佛教叫你去皈依，伊嘛拢甲你讲，咱皈依了要诸恶莫行，诸邪诸善奉行，嘛伊甲你奉劝一句话，就是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拢甲你奉劝一句话。为什么甲你奉劝一句话？就是叫咱求咱这学道人求道者，伫咧求道了后，千万唔通阁去行十恶。咱会当善事加做做一寡无要紧，但是绝对袂使去行恶。哦，这就是心的问题，所以才会跟人讲心存性佛莲华行，心存魔行下阴线。咱这念心要成佛成魔，拢看你这念心。这念心其实就是在观念，个观念。师父在咧真济宗教接触过的时阵，嘛研究真济法门。这念心要安怎转变？其实简单讲，观念若变，你的行为就变。你的观念若无法度变，其实这个法门甲你讲偌好，你也很难成就，你嘛真难成就。所以一个人要改变你的心，先爱改变你的观念，你才好度改变你的心。所以咱伫咧学道，伫咧打坐时，意所玄观，就是先让咱的心静落来，先让咱的心静落来。就算短暂的清净也无所谓，让咱的心静落来。当你的心静下来时，你就会冷静去思考，你今天所作所为是对甲唔对，善恶你就分明。人有当时啊，拢是在错乱中，你的心思错乱中，你才会去做唔对代志，也是去讲到较无好听的话。但是你的心若较冷静的时，你伫处理代志，你就会真顺时，甚至于你甲人沟通代志的时，你嘛会真冷静，事事行行你沟通就会较顺时。咱若用较好个话语伫甲人沟通，人嘛较愿意接受。但是你今仔日若用足冲动、足暴躁个心情伫咧甲人沟通代志时，就算对方有想要甲你好好讲，听到你个口气，或许都讲袂落去啊。所以人个心若无静落来时，其实真济代志拢会反其道而行，无法度去达成到你要爱个目的。所以修道不过就是要成道成佛。咱这念心若无落静落来，其实咱都无法度越过彼岸。这就是师父直接嘛，予咱用一个生活禅
来给我们体会一个讲法。所以说求在明书找根源，玉祖也说修行要从根本修起。求在明书找根源，就是说我们要来找明书求三宝，来给他点开我们的自性，找出我们本来的面目，这就是叫做根源。从自性修起，不是去惊庙惊庙宇毁灵山。释迦牟尼佛讲讲灵山，伊讲道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住在瑞心陀，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放下灵山塔下修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心外无佛可求。观世音菩萨嘛，甲咱提醒一句话，伊讲心中有佛自有佛，心中若是无佛在，心外何处求佛心？如果你心你自性这个佛性，你都家己都未晓修咯，干那一直要去向外要找佛找道，其实你安怎找都找无，因为你这粒心，你都找未到啊！你边那块都找到你真正佛性，迄拢是别人的。释迦牟尼插头啊，在你桌啊顶，迄是因为释迦牟尼的报心，无你的报心，众生佛的报心而已，但是伊无代表伊有法度来侵入你的世界。咱真正的世界要靠家己的自性去创造，创造咱内心的净土。所以求得明书来开出咱的自性能量的时阵，和咱找到本来面目自性，和咱自性复活。后壁就咱家己爱来好啊。所以灵源，伊讲灵源归根人无源，这个灵源就是讲，当咱的灵源已经找到啊，找到啊。人无缘，就是讲，咱这个本来面目已经找到啊，咱就爱认这条自性灵修的这个老母娘所讲的，和咱这个道、这个法来改修，来改修。所以人灵源归根人无缘，你本来面目已经找到啊，爱和咱这个灵性会当甲母娘的这个莲华性慧，会当同住天盘，同住这个共一个净土。何为同住天盘？同住莲华意思就是讲，咱会当跟弥勒祖师在天顶的净土、凡间的净土同时存在。天顶的净土，咱愿成就莲华盛会；人间的净土，咱愿以弥勒净土在这个世间普度三族众生，共修共伴，了愿回向。这就是叫做同住天盘，就是以弥勒净土同在的意思。所以各位道亲，灵源归根人无源，其实就是以弥勒净土同住天盘的意思。同住天盘，同住同一个净土。咱已经得到啊，咱的灵性已经得到啊，咱就爱甲莲华盛会净土同住。咱这个莲华会是要来普度三族，救度众生。当咱得到了，咱就是要来行道救世。修道人上大的目的，就是要度众生，不是要来展现讲我外高。有的人修到已经真有一个程度，但是无愿意度众生，那么这个修道嘛是无目标，好嘛无目标，最后嘛无法度真正圆满一切功德。所以老母娘甲咱提醒讲，叫咱爱灵源归根，人无源，就是讲咱这个灵性的修改时，一旦甲莲华净土同在，一旦来遮行道救世度众。所以后一句正系讲，召唤灵主伴莲华。咱弥勒祖师应允来将这个莲华三会，这光华佛来将这个道盘称为三足道师。所以在老母娘天命之下，咱要伫金庙，甲咱弥勒祖师、南海国这光师三佛修院，因有真大的这个愿力，就是要来使无法众生会当离苦得乐，会当来离开这个三灾八难。所以弥勒祖师将天盘运转莲华盛会，会当让莲华盛会直降人间，先由这个凡圣同基土。何为凡圣同基土？就是天有净土，人间有净土。只要你有带弥勒祖师三宝天命的道场，如同弥勒祖师人间净土的意思。圣人讲有带咱的三宝弥勒祖师天命，如同咱的皈依莲皇入入圣人讲，就是等于入莲华净土的意思。这就是叫做凡圣同基土。但是
咱这个道场既然有弥勒净土存在，那么弥勒祖师就甲咱提醒，伊讲要召唤灵主办龙华，咱就爱赶紧来度众生，来共修共办。办龙华意思就是一起来办道的意思，大家一旦共同来办这个道，好，共同来办这个道。所以讲三花献道度灵归，这个三花就是三华的意思。哦，这个花嘛，当念作华，华就是这个啊，咱中华民国这个华。哈，三华就是龙华初会、龙华二会、龙华三会。三花献道度灵归，就是龙华初会度两亿，龙华二会度两亿。再来，咱这个龙华三会的时候，要来度九六元灵，全部要归天。这就是龙华献，这个三花献道度灵归。三花就是这个龙华三会，要来度会所有的灵主归天，就是要来度会这九六元灵全部要归天。所以要来，弥勒祖师要来平修万教，要来度一切有缘的人全部回归无极龙华圣会。这个使命非常的重，所以嘛无法度靠一个人就法度成就。所以这样讲，召唤灵主办龙华，要办到有这种成果，必须要靠道场，爱有目标、有方向。领导者嘛，爱有目标、有方向，愿意来创造道场、开放道场，顺水来培养人才，会当来替天行道。召唤领主就是讲，会当来培养优秀的办道人才，会当共同来成就这龙华圣会道业。所以佛祖讲一句讲：如来家业，非一人能成就。龙华圣会道业嘛，唔是现成一个人我来成就，必须要靠全部的这道亲共同来成就这个龙华圣会道业。所以，咱爱求道的道亲，咱都爱有这念心。何以求道？咱已经求道了，咱就是龙华圣会一份子，咱就是龙华的佛祖。既然咱是龙华会的佛祖，咱都爱有承担龙华圣会的责任，共同来办理这个龙华三会寿宴。咱都要有这念心，嘛要有这个意念，嘛要有这个愿力甲意志。办道人若有愿力甲有这个意志，咱才有法度向前行。无真侪人求道了，就是一天过一天，即安尼求道的目的嘛是无什么意义。上天降道，要来才让众灵主归依求道，上大的目的嘛要引导众生共办龙华圣会，这才是一个真正上天的这个目的。上天让咱大家求道者会当共办龙华圣会嘛，创造让咱会当行功了愿的机会，才有法度度咱的九贤七祖完成戒主。透过咱的肉体在龙华圣会办道，共同办道，咱因为咱有参与办道，咱才有功德。因为咱有这份功德，咱才有法度来超度咱的九贤七祖完成戒主。所以咱的责任，要来度咱九贤七祖完成戒主，必须要嘛要有付出。这个付出就是共办龙华圣会。有一个天命的道场，咱伫遮好啊做，绝对有功德。你的完成戒主也好，你的九贤七祖，因这灵界拢看有，看有这个道场是有天命，你伫遮做绝对有功德。所以因绝对有法度得到这个道场，甲因皈依超度，所以因拢愿意来接受皈依超度。咱圣人宫都确实都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来。所以讲应召灵主归元界，这个应召灵主归元界就是讲，咱会当普渡三座诸灵归元界，就是讲归这个龙华圣会净土，这个叫元界。元界就是原来的世界。古早人常讲讲，咱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真侪修道人拢讲，天地未生我之前，我是谁？天地生我了，我又是谁？到底我是谁？就是讲，咱要找回咱的本来面目，咱是对对来，咱的灵性对倒来，又是要对对去。老母娘甲阮讲，老母娘讲就讲，从该立天来，了愿回故乡，众皆离天来，了愿故乡还。这句话听清楚，真侪修行人讲，我是到底是对对来，咱又搁要对对转去。老母娘甲恁讲，众皆离天来，
了愿故相还。咱拢是离天来的，咱拢是无极离天来下凡的灵主，所以归元界就是讲，咱要收回归无极离天量化性慧。那么要修到安尼，当然爱有法门，爱有这个三宝净土，咱才有法度来得到这个道。会当来这个求道了的时阵，会当依这个脉源脉线来好好修，最后会当回归本位，回归量化性慧，无极离天。所以后壁这句伊讲：圣人道脉开天智，圣人讲这个道脉。开天智就是讲，咱这圣人讲这个玄门道脉三宝是有天命，叫做天智。天智的意思就是天命，有天降下来指令给咱，就叫做天命哦。天智代表天命的意思，代表讲这间道场是有领天命来在涵盖，直接建宗里面要来普渡三族。培养开台三机物，这个培养开台的三机物就是讲咧讲这三机物结。地青阳、昂阳、白阳，行到三级木劫的时候，五味交融，天地将进入坏劫，入空劫的时阵，所以三浊对岸要人间办。何谓三浊对岸人间办？三浊就是天浊、地浊、人浊。天浊嘛，要来透过人间众有缘人求道晋升无极；地浊诸灵冤亲债主救现七祖，该要透过伊有缘人子孙来求道。这样我就来脱离这个地狱苦海，来晋升无极。人族嘛，必须要来求取这个三宝，你才有法度来得到来进入量化性慧。所以三族对岸人间办，就是度天、度人、度地狱灵，全部拢是伫咧人间求道者灵主活活的时阵，一个活人的时阵，都按来求道，来超度咱的冤亲债主，超度咱的救贤七祖。不是死后才来办法会，所以三座对人间办就是一切度天度地度人的工作，拢是伫咧人间办理，拢是伫人间办理。但是这句话嘛，佫蕴含一个意思：六万余年冤亲大清算。如果你今仔日那是无修道者，六万余年来的因果，伫这个末劫期做一摆要清算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有命讨命。如果你若无求道认真做的时阵，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冤亲大清算的这个劫数，甚至严重的，有所可能拢是会来遭受真大的灾劫。哦，比如人工鼻涕产生真侪，即卖忧郁症啦、精神分裂症，啊是这个重病癌症，甚至有人年纪轻轻做夭寿。哦，这即卖在这个末劫时期真侪。一挂无用病，医生查过拢不知因，唔知影啥物病，查无病，但是明明都是人，就是咁要死去。甚至有个人根本嘛是真正无命去，这就是因果清算的原来。所以三座对岸就是第一有救道，而且道亲，你有法度道天、道地、道救现去做完亲。但是无救道，而且道亲，而且这众生，你有可能要去面对。去面对一段三浊大清算的因果，三浊大清算的因果，这咱都要注意哈。所以心灵奉旨开道行，如果咱若知影这个道理了的时阵，咱今仔日圣人讲，咱有皈依，咱阁有来接到这个啊指令，比如讲有接旨爱办事的人，有接旨爱做灵修的人。有接旨要做领袖的人，还是有接旨要来在这个道场直接管理的人，哦，咱要开道行，咱就要给他走出去。开就是走出去的意思，哦，这个门打开走出去，哦，不能关在里面，咱这个心要打开就要走出去。咱知道因果在清算，没走出的时候，你无功无过，你就算给你求道，你无功无过嘛，无法度改变你的一切。所以这个心灵奉旨开道行，就是讲，咱知影这个因果真严重，你要清算，咱这个心就要打开，走出去。各位道亲，这届圣人宫的这皈依弟子，甲眼前看起来拢真平安，我嘛真欢喜。无咱奉来先到台湾，这届运劫确实使人人心惶惶，人心惶惶。但是，圣人宫这皈依弟子，大家拢真平安嘛，证明就是讲，咱这求道者。
确实有嘛有得到上天的保佑，是毋是？咱不管，但是至少来咱棒球道场学生很多，嘛来自于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、桃园，甚至宜兰，一直甲新竹拢总有，遍及伫咧重灾区任何一个所在。但是咱圣莲宫棒球道场规个道场师傅拢平常时有甲来咧甲因联络，咱真该看大家拢真平安。所以一贯道场讲啊，求道人呐，等来道场会当理灾避难，即句话有时候讲的是蛮实在的，吼、哦，真实在。有当时啊，咱若有福的人，咱自然都要理灾避难，看起嘛是一个事实。那么这是咧讲咱人间肉体，那要讲到灵魂的世界去咧。咱求道人，咱才有法度进入量化性慧，离开六道轮回这个灾劫，这就更加殊胜，这就更加殊胜。这种就让你用灵用目睭看未到的世界，就是劫色轮回时阵你才看得到。所以各位，咱有求道了的时阵，咱要防止开道行，咱一定要做出去。伊讲圣贤之道好发生。咱要今仔日要来行这个道，咱爱效法圣贤。效法圣贤就是讲，哦，咱若对经典有了解的人，咱爱去了解太诸佛菩萨是如何伫咧度众生。哦，了解诸佛菩萨因是如何来伫咧办道，咱爱来学习伊的精神。或者是伫咧道场内底，咱爱学习咱的宗师，还是咱的前贤、咱的前辈。那人看人这个前辈者是咱的，咱这个导师呐做了真好，咱拢学习伊的精神，甚至学习伊的这个愿力，会当来效法伊这个精神到这个愿力，咱嘛爱当来好好甲做落去。所以圣贤之道，效法生就是讲，咱若是要甲这个道办得好，咱必须要学习真济圣贤的优点。学习到伊的愿力甲伊的意志，安尼咱才有法度甲这个道办好成功。最后嘛，才有法度来了愿回向。菩提正果用心行，这个菩提正果就是讲，咱这个灵性若是要会当最后成就佛道，咱必须要用心去做。因为咱得到了时，咱必须要行得后修。如果咱若无用心去做，咱无法度圆满一切功德，嘛无法度了愿回向。各位道亲，因咱灵界这个道场有真济灵主是有领天命要来办道，这有可能你来这个世间，唔是要来修业尔，是要来度众生的。自你出世来，你的灵就是要来度众生的。所以有当时你这个愿力若无完成，你这个愿力若无完成，老母娘讲。你若这个愿力无完成，你嘛是无法度回归，无法度归位，同款会去用拍落这个阴山，那安尼就真可惜。本来咱是佛祖来转世，最后的时阵，唔知影通好修，唔知影通好做，煞来互拍落这个阴山地府。如果咱若知影通好修，知影通好做，咱这条灵性咧现会比一般的修行人搁较紧，因为咱本来就是要来世间办道的人。所以咱的人性咧现会比一般的修行者，甚至是咧修禅宗其他的这修行者，咧现道会搁较紧。啊，你甲看咱内底有真济道亲，年纪拢毋是真济，但是因接到智，开到开灵了的时阵，这个人性显露出来，能量拢非常的殊胜，啊嘛非常的这个啊有这个灵感力，为众生伫咧服务。加上咱圣莲宫有法门三宝在做依靠，诸灵在这个所在嘛好发挥。你除了有天职、有使命以外，加上有三宝净土，和你做依靠，你所处理的每一件因缘，拢有法度给超度对净土世界去，嘛未来造成你办道人的一挂困扰。有的人讲啊，你刚办事，当办了你就替人打因果，师父直接讲给你听，迄就是无净土的道场，才会安尼讲。有净土的道场，绝对无这个问题。有净土的道场，诸灵菩萨、诸灵，你的冤亲债主、你的救贤之主，伊望未得赶紧透过你来遮求道嘞，伊哪有可能过来甲你教教？咱圣莲宫的道亲，拢是灵皈依了，顺伊身体愈来愈好，安尼伊就哪会甲你教教？灵欢喜都来袂赴啊，伊哪有可能过甲你教教？会甲你教教，就是你这个人，你要赚钱，人要来互你处理的时阵，你为着要赚钱，你无天命，无净土。你就在做戒，你硬到母硬到病，
拼到尾啊，搞不好你的能力都无伊的强，当然伊就找你麻烦。但是一个有天命的道场，差别甲无天命的道场差别伫遮。主人讲，互你恶灵入来，看到咱有天命，伊嘛想要互咱皈依，因为伊知影末劫之中来临，做神做鬼拢爱轮回，所以伊嘛要赶紧要来进行，魔嘛希望要成佛，因为伊嘛知影阿修罗魔嘛是同款爱对落。这些若无收起，同款伊爱拍落阴山，所以末劫是一张惊涛，因讲是一个惊神鬼惊怕的一个末劫世界，所以末劫一着神鬼惊，就是咧讲这个神鬼拢该惊这张末劫清算。所以各位，伊讲圣人三宝用心持，度化九贤尽超生。如果恁今日只求道求三宝，恁若我着用心去修持这个三宝，我着来这个道场认真来伫只办道救世，你绝对有法着调度化你的九贤七祖尽超生。你的九贤七祖嘛，会因为你有求道求三宝来得到你的这个功德力，来和使咱这诸佛菩萨来为伊超度，会当来改皈依修正，会当去这个莲华圣会。伊讲龙华金榜留名在，龙华金榜留名在。各位，来咱圣人宫皈依者弟子，恁都拢有注意了。上天拢有数字发号予恁，甲恁开一张龙天表，甲恁天榜挂圣号，这就是人间奉神的意思。人间奉神的意思，咱圣人宫伫遮求道的人，每一个拢有甲你数字发号，开一张龙天表。在天文院给你挂圣号，这就是灵级挂圣号。求道人拢有一个灵级，你有这个灵级，你第无极里天，你就是底下已经有给你标明挂号，有给你标明挂号。简单讲就是讲，已经有给你金榜题名的意思。金榜题名，只要咱若求道了时阵，咱已经在无极里天龙华圣会内底已经标明挂号，在汉间都要做好。咱这标明挂号，才袂阁被人甲咱、被上天甲咱抬掉、甲咱除名。所以这点咱都爱注意、爱把握，唔通为了小小的代志退转的时阵，咱的标明挂号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功果，还是这个能力、这个标明挂号，最后被除名，安尼就真可惜，安尼真可惜。所以自尊伫遮，嘛要奉劝咱圣人讲，借良红路。咱已经有真不容易来得到这个三宝，啊嘛有得到圣人宫一个这么好的道场环境，予咱修行。咱应该爱好好啊来努力打拼，唔通为着个人小小的这个计较，或者是观念上的问题，啊是人甲人中间的相处的一寡小摩擦，来引起到咱对道的这个坚持，甚至最后退转。来荒废到你真不容易求到这个三宝标明挂号这个机会，人间奉神的这个机会全部来消失去。书讲的是书信，如果安尼，就真可惜。啊，不然你搁离开这个道场，有搁较好的道场嘛？无一定。但是万不然也无咧。你若搁回归去昭陵山，伫遐行庙会灵，伫遐搁开明白啉烧酒跋筊。安尼是毋是阁愈可惜？是毋是阁愈少？阁加入一个虚伪的道场，那你真无容易直接标明挂号，找到一个好道场伫咧修。你来离开这个道场，再阁去一个虚伪的道场，伫遐你会感觉你感觉真自在，感觉真好。但实际上你已经对了，你已经对了。这点希望咱的道亲要有智慧，修人真多真苦，真多真苦，所以。苦口婆心，拢每一个场课内底，拢会再三甲咱的道亲提醒。咱伫圣人宫做干部，都是上天予咱机会磨练。什么叫做磨练？借众生的因缘来磨练咱的自性，磨练咱的程度，磨练咱的修行的这个程度甲到位。咱若我都坚持到最后，表示咱的磨练都是有过关的，都是有过关的。啊，咱若袂堪要去予众生甲咱吐两句啊，讲两句啊。那么你的磨练就未过关，所以在修行这条路上，卖计较，你才会得过关。
啊嘛，卖去计较众生诽谤咱，还是众生讲咱安怎？道场若做有正做有清，咱以道场为中心较要紧。其他的因缘，个人作业，个人担，上天自然的清算，咱免去甲伊计较。好歹，互上天来审判；好嘛，互上天审判；歹嘛，互来上天审判。善生恶感的机会，上天审判较足清楚，所以咱家己做好较要紧，唔免去在乎别人安怎。在乎别人安怎，你就甲伊同款。伊对落，你同款对伊对落。因为你甲伊计较，你就是甲伊一同对落了。你若卖甲伊计较，你就袂甲伊对落。相信这句话，若有知识、有修行、听到的人，就听有我咧讲什么意思。你卖甲伊计较，你就袂甲伊对落。你若甲伊计较咧，你就甲一定甲伊对落落去。这点应该，书安尼讲，应该注意到真有体会。你看有真济道亲，直接拢会堪要予人家刺激，也是家诽谤，但是伊嘛笑笑继续这条路继续行嘞，甚至继续做落去。师尊伫办道以来嘛，受到真济众生的诽谤甲考验，但是师今日创立了三间道场，嘛是真圆满。师见到所有众生嘛是拢欢头喜面，面对所有一切，嘛未感觉讲师救度过众生。在后壁甲师诽谤的时阵，师就因为安尼退转，也是无啥物做，也是感觉讲做这无意义。师一个今仔会开放三间道场，表示师对这个道的信心依然足坚强。师对办道对咱的三宝这个信心依然足坚强，正伫咧间接诽谤的当中继续向前行，继续搁行落去，甚至愈办愈好。表示师这点心就是无计较。嘛是继续坚持相信这个道，相信咱替天行道是一件好事。替天行道原底就是咱的原力，所以咱会继续向前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师嘛知影众生对咱的诽谤，就是咧考验咱的道心，在考验咱的这个修行的程度。所以咱若甲伊计较咧，就是甲伊对落；咱若卖甲伊计较，咱不断的往上前进。你看圣严宗师无甲人计较。一步一步向前行，对邦桥开往甲台南，进甲开往甲屏东，愈来信徒愈来愈多，道场规模愈来嘛愈大，咱圣严宗的人才嘛愈来愈多，愈优秀的人才嘛愈来愈多，水准嘛愈来愈好，不断的提升。师最后努力所见证到的，就是师咱圣严宗的道亲，虽然经过一体过一体的台式，但是愈来愈优质，愈来愈。愈这都办道人员的这个质量拢愈来愈优秀，甚至于即卖有真济道亲入来，拢年轻化，伫这个知识文学方面嘛，拢愈来愈现代化。加上咱圣严宗有天命，所以咱后续的人才绝对师傅甲看起，未来大家若认真做，绝对有法度。古早人讲，讲名师绝对出高徒。咱圣严宗有长期伫咧培养这人才，我相信未来绝对有真好的一个发挥。所以讲各有职事，各有能。既然圣严宗的规划真好，圣严宗有一个真好的环境，所以咱若今仔在圣严宗已经有承接到职务的人，也是有指令的人，伊讲天命归宗各有行，咱家己就爱各人各人行好，卖去跟人计较。卖去跟人计较，咱该当咱领办事，咱甲办事。上天甲道场交代咱的任务，咱爱尽心尽力去做好。咱做副宗主的，咱爱去甲尽心尽力做好。咱做道务、做灵修的人、做灵疗的人，咱拢爱尽心尽力去甲做好。道场有规矩，爱遵守规矩。咱圣严宗进三间道场，加起委员将近要甲三百个，无可能为着你一个人改变什么。道场有法度有这个规模，会得来不易。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规矩甲规则，绝对不是临时创造出来，拢是经过真侪磨练经验所创造出来，符合到咱这个道场运作，甚至会当予师好的人才伫遮会当发挥落去。你看咱邦桥道场、台南道场，真优秀的人愈来愈侪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咱的道场有真好的规矩，人才也愿意留伫这个道场继续修来，伫遮奋斗甲打拼。有甚物替天行道的这道亲，人看到这种环境，人才感觉讲这个环境就是我要爱的环境。所以各位道亲，
但在想的过程当中，咱爱认识，是咱爱来问，咱爱来配合天道，唔是天道来配合咱。咱爱尊天发发地，唔是天地来尊咱。咱无比天较高，无比地较高，所以咱尊天发地，咱一定要做好。道就是尊天发地，道场就是代表天地，代表天地之庙。所以咱来这个道场，咱来遵守道场的规矩甲教。你看释迦牟尼在世，嘛有定这个五戒十善的这个规矩，伫咧约束着伊这个出家人，袂使来犯这个五戒。五戒就是规矩，五戒就是规矩。过来行，过来定这个啊，这个十善，过来八正道，定种种的规矩。即马佛教嘛，真济。这个比丘、比丘戒、甲比丘尼戒，这种五百戒、一千戒以上去，你看这规矩敢无济？一贯道皈依了后，你看伊嘛是皈依十大戒律。入道场，你必须要遵守这个十大戒律。每一个道场拢有伊的规矩。释迦牟尼在世时阵，伊是一个圣者在世，你看伊嘛是众生，嘛是有无好的众生，伊嘛必须要定这个五戒。来约束到这个僧团，未使违反到这个五戒。简单讲，就是讲未使违反到释迦牟尼佛的规矩。这个道理同款意思。圣人讲今仔日开放到有这个规模程度，咱必须要有规矩。所以伊伫遮讲的讲，天命归宗各有形，咱必须要有天命有天资，咱来行出去。上重要是咱来遵守圣人讲的这个法令规矩来个行好。圣人令主五根源，仁德平衡共修班。咱这皈依的这龙凤路，咱要注意五根源，五根由，就是讲，咱要清楚我们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，我为何而来，这点上重要。以及咱这若有领到班师、灵修、灵疗，甚至直接做一级干部的人，简单讲，恁有法在圣人宫打到这个机会，还是？你甲这圣人讲有这个缘，你才有法度有这个机会。到尾啊，你顶世人就是已经领天智、领天命，要来圣人讲做这个工作的人。那么你要去悟这个根由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咱只有真济道亲，你的灵来拢托讲，我要办事，我要救世。今仔是圣人讲逼你办事救世吗？唔是，是你后壁的灵主要逼你办道救世。那么这跟你的过去生中的愿力都有关系。那么既然是你自己的愿力有关系，你来踏入这个圣人宫这个道场，圣人宫给你这个机会，这是不是给你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机会？如果你今天因为没有遵守规矩来被道场给你抬洗出去的时候，你的灵如果无依无从的时候，到时灵光别体的问题再现出来的时候，痛苦的也是自己，这点咱都要认清，所以五根由就是讲，咱家既然找到一个好的道场，咱若阁有使命，有这个灵体爱做的这道亲，咱都爱清楚，咱是因为咱的灵要做，咱才会行入这个道场。行入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阁有天命、有三宝、阁有规矩，照理起来，咱应该好好做才对，唔通为着自己的欲望来改变着咱要修行的这个观念。仁德平衡共修班，仁者博爱慈悲，仁者之心，仁就是讲对一切众生，咱拢有一个博爱，有一个包容，有一个慈悲之心。德者仁德，德者咱做事拢爱为众生来想，德，人自信是公，平等是德，一切众生爱平等，咱对众生拢袂使有分别心。咱伫咧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袂使看悬看低，咱爱用一个慈悲心去面对所有的众生，这就是叫做仁德平衡共修班。咱来用这种心，共同伫道场来，甲师尊以及所有的领导者共同来办这个龙华盛会。如果你今日无仁德之心，你对众生看悬看低，分别心伫咧办这个道。那么你办国家安那一句，你都无功无德，因为你的心拢是为着要满足你家己利益。简单讲，你就是攀缘。就算你无贪财，你嘛攀缘。
判的嘛是对的，判的嘛是对的。有的人真侪人拢讲啊，我本事我也无咧共收钱啊，安尼阁无公道嘛？无收钱无代表你收真好。有的人无收钱，但是你真敖讲是非，你的内心无清净，出来就是甲人讲长讲短，对众生若毋是批评迄个，就批评迄个。安尼嘛敢有公道？你对众生嘛是有分别心，是毋是？嫌迄个歹，嫌迄个好，即种拢是有分别心。所以修行人仁德之心，就是讲一切众生爱平等，无论好也善，咱拢爱平权平价来对待伊。剩下就看伊家己规矩定好平权平价。入圣人宫的人规矩搞个，大家爱守，毋是新来爱守尔，旧的嘛爱守。所以这是一个公平的舞台，毋是针对性的舞台，所以拢是平等。圣人宫定下规矩，敢会讲今日新来才爱守，旧的就毋免，毋是所有的人拢爱守。包括师尊也爱修，这就是道场，这就是道场。所以讲仁德，咱除了讲爱用一个慈悲心办道以外，咱对众生要有一个平等心，咱才有法度办这个道。这个道才有法度得到众生的肯定，嘛，我就足够得到众生对咱的这个认同，最后才愿意加入这个道场，跟咱共同来这求道办道。伊讲龙华圣会任理行。你若有法做到安尼，你若要回归无求立天、量化性慧，是真容易。吼、哦，唔都唔免烦恼，你无法度上量化任理行，就是量化性慧要出入，都在你行。吼、哦，出出入入真简单，但是上重要是你要有这个条件。各位道亲，这句诗句的总观念，就是甲恁考劝咱，办道一定要尊天法地。遵守规矩，咱一个皈依的领主，咱必须要有共同扶持龙华圣会道场的这个观念。咱皈依的弟子，咱必须要有共同成就天道的这个责任。其实这个责任嘛，是咱与天俱来，不是被逼的。尤其咱这个灵盘的这个道场，有真济灵，你的灵主，你的主圣灵已经有带天命要办道。啊，是你的九贤七祖已经现出来要逼你修行，啊，是你的冤亲债主已经托钵到你必须要透过修行来行伊，这拢有真侪因缘来构成这个因缘。今仔日你无论什么因缘投入圣人宫，其实圣人宫拢是提供一个真好的环境，对，互你修行，解决你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真好的道场。而且咱的三宝拢我都特地去解决。就算你有带天命要来办道的人，咱有一个三宝，互你做依靠，你嘛会加做好办。你的冤亲债主要来甲你讨薄，因为来遮有三宝通好求，伊嘛愿意甲你啊来解冤释结，来甲你彻底的时释结这个冤债。你的九贤七祖看到你的子孙伫遮办道求道，伊嘛真欢喜，嘛愿意来去在遮皈依受尽去天福院，嘛未来阻碍遮子孙修行。各位道亲。做当机的人，古早人讲，常常等于时光嘛，这可能你捌听的吼。什么叫时光嘛？时光嘛，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去甲祖先救助。我要办到这条路上，我绝对袂去甲祖先下民主，也是去作业把祖先打掉。这个叫讲甲中光嘛比。各位道亲，恁要注意，恁的修行这条路，你行唔到，恁祖先嘛会甲你鞭策，嘛会甲你注意。所以有的人甲你讲修，甲你祖先内底甲你教着，这就是你的祖先惊你行唔到路去，惊你行唔到路去。这咱就是爱惜伊，各位了解无？啊，你若一世人修到拢定定祖先内底甲你讨，这个表示你行唔到路去。你看恁圣人宫家就无这个问题，祖先现出来度完了就无这个问题啊。祖先现出来拢是要互咱度，唔是伫遐哩甲你交叉，伊甲你交叉。各位了解无吼？当然祖先有真济几代几代，但是总是无可能全部拢无去转世。有一半一半都啊祖先可能一寡因果才无落去转世，啊是因为去做气天神啊，因才有法度甲你相见。吼、哦，做气天神呢，因靠法度随时都要甲你相见。啊是讲伊都伫做高分野鬼，啊是为个伫地狱受苦有领子出来。想要来三座普陀，我的子孙在圣人宫求道，甲阎王领旨要来求道，这阎王拢会来准伊指令，这拢有法度，这种拢有可能。啊，若去转世做众生，畜生到人道，
那么这你都可能就见袂到。啊，那咧地狱起天时呢，即世伊正法度照过有缘的子孙来求道，照过有子孙来求道。所以，今圣人讲有法度提供一个正好的环境，予咱这求道的这道亲来解决到你本身灵光百体。灵界的问题以外，也是你有代天命使命爱办道的这道亲，有一个机会予恁直接发挥，然后完成借助托钵的道亲，会当予你直接来彻底改变你宿世完成借助这个缘业，会当予你好好求道修行。这一个道场是一个非常清净殊胜的道场，是建立圣人宫嘛，甲规矩甲定甲真好。创造一个清净的道场，让大家直接共修共办，这样法度引导更加多有缘众生入来。但是这嘛是需要咱的道亲大家努力甲打拼，道场的规矩必须要大家来维持，甚至一同来管理甲遵守。修学入来时，才会对咱行；修学入来，才会对咱来遵守这个规矩。咱家己旧道亲都无愿意遵守规矩了，修学新进的这道亲，什么人要去来遵守规矩？咱拢是一个领头羊，所以咱拢爱以身作则，要做互看。咱的道场愈来愈侪间，事嘛愈来愈无用，所以咱承受每一个道场的干部，咱拢爱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这个观念，袂使你敢讲，逐项都爱忙师傅，绝对毋是安尼。师傅培养人才的目的嘛，希望恁会当独当一面，能够撑替师傅啊，是上天。会当来承担这个量化性的这个家业，简单讲来讲，一个道场，希望咱每一个道场拢有一个真优秀的道亲，也是一定真优秀的道亲，共同来扶持一个道场。未来咱的道场若愈来愈侪间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发挥出去。每一间道场起来，若是逐项拢爱需要师傅，这个道场永远袂成长。那么做道场要做到安尼，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规矩，大家来。这个共同的规矩里面，大家这个观念这样就一致，大家这样在这个规矩里面这样就共同来做事情，才不会一人想一款，一人做一款。比如我今天举一个例，我们的道亲里面，一个爱吃柑仔，一个爱吃柳丁，一个爱吃苹果，一个爱吃梨，对吧？师父如果要出门，就说师父你要给我买梨，师父你给我买柳丁，师父我要买柑仔，你再看。今天你若是一个做妈妈要煮给恁吃的时候，伊会作歹煮无？会无？大家的观念啦，你如果好是妈妈煮啥，我就吃啥，是不是？咱来作好煮。修道人就是爱安尼，所以修道人啊，随缘自在，随缘自在。何谓随缘自在？就是咱来遵循一个规矩来做的时阵，人才好做代志。这个叫随缘自在，去到任何一个道场，咱拢爱随迄个缘去做，叫做随缘自在。袂使去到迄个道场，咱拢咧共造成困扰。安尼时阵，你是也行袂久。尤其是咱圣人宫的规模已经有啊，咱嘛无可能为着任何一个人去改变什么。那安尼时阵，你这条路就行袂久。但是咱这皈依弟子，你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打到这个机会，伫这成就。一个干部，也是讲有机会在遮共修共办。师尊借这个课勉励大家，嘛提醒大家，小小的代志，咱拢一定要观念一致，团结一心，遵守道场规矩，来甲这个圣人宫，在这段运载过去了时，会当来甲伊共同来甲化起来，甚至会当来甲伊发扬光大。这种要需要靠大家，师。在咧选人，但上天嘛咧选人，各位要注意。上天未使的人，伊即嘛咧胎，哦，即咱爱小心。上天未使，伊即嘛拢咧胎死，所以上天咧胎人，即各位唔通无小心吼、哦。上天审判选人，选现在伊嘛是咧胎，未使人嘛是甲你胎掉，胎掉就是你的智能能甲你收回，收回了是你的灵去外口跑跑走，你无在做啥物。这咱嘛爱做，但是上惊是你的灵啊，只呐去用收起的时候，你的灵就紧张，要安怎甲你灵治，你也唔知影，这就搁愈忝。上当然师父是无希望你来去拄到这个，但是真歹讲，如果你的灵啊是一个足赶紧的人，真正你的智去用收着，你的灵啊比你较紧张，伊绝对比你较紧张，因为伊好不容易得到的智灵，因为你人甲伊袂配合的，
害伊这个指令去用收掉去。你看伊当初安那逼你走入这条路，搞不好也加倍去逼伊，嘛无一定。这等着你爱小心的所在。当然，你来找一个更加好的道场师，嘛给你赞叹，咱就要好好修。那无的时阵，圣人宫是一个真好的道场，咱应该爱好好啊来改做好，来好好学习，安尼才对。所以伫这边的大家，会当同心、同志、同心、同志、同愿，来完成这个上天交付于我们的责任，甲神圣的啊，这个荣华盛会的圣业道务，咱会当一同来甲完成。所以伫这，咱再听提起，吼、哦，伊讲召唤灵主办荣华，三花献道度灵归。应召灵主归元界，圣人道明开天智，白羊开台三机物，三座对岸人间办。这段事搁提起就是讲，咱这灵主是要来办三座对岸，唔是要来这灵机跳咖哩，咱来注意。所以今仔日时间嘛到啊，伫遮嘛真感恩今仔伫遮共修的遮道亲，吼、哦，恁若有方便，这个课会当甲伊分享出去，和大家来参考。啊，咱这个 FV 的这道亲好朋友，啊，今日若有共同伫只观赏书这场直播的人，啊，好诶，咱会当来互相研究，啊，安尼啊，听下下咱就互相做参考，互相鼓励，都无分上较悬上较低，啊嘛无分上较高上较含慢，大家拢平悬甲平低，互相尊重，这是修道人，有慈悲心，这才是修行者。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这个运灾可以大家平安无事，感恩。